5, some more XYS 7, here we go. I still maintain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games that came out last year. Really is. And it's not normally the game that I would the kind of game that I would play, but as soon as I did a promo, it absolutely hooked me into it.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瞧，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呐。在下叶一载，叶正。初次见面，不知三位来此所为何事？我们正在找人，若有冒昧，还请见谅。不打紧，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姑且一问。不过，诸位说是在找人。 是，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身背大剑的女子。找她做什么？有何不妥吗？就在此地，月末一旬之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有人大着胆子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只见一名绿衣女子。 手持大剑匆匆离去。隔天早上一看，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人也不见踪影。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如今人却不见了，唉，着实令人担心呐。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就在东边不远处，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 多谢。Seeing if I could sneak hammering through the window, but nope, looks like they're preventing that. Well done, devs, well done. Maybe it's that too much Taco Bell.
Ooh. I cannot remember what the orbs of harmony actually do.这是黑虎的痕迹，不错不错，这的确是黑虎留下的痕迹。有战斗的痕迹，或许是被妖魔缠上了。口出恶言！大王刚刚还说是有人假冒，怎么现在就改口了？啊，逝者也已，被过去绊着脚步可不行啊！ 带着香包的绿林军，恐怕这就是敬而答复了。叛军早归，<笑>是啊，叛军早归，叛军早归西了，<笑>又是绿林贼党，一起归西吧。 那有声音。哎，走吧。Madless assholes. Do that when I get to the next thing.
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哎，你可不知，现在可是风声鹤唳。我听说关中那边啊，好多人都被抓去当了官奴，还上了铐，游街示众。都是些什么聚众滋事或私铸钱币的事儿，还通通连坐。哎，幸好咱们这儿算是天高皇帝远，还没什么事情。 竟然活着呀，挺有一套的嘛。这机关鸟，该不会是捡来打算卖给我的？怎么百年过去，墨家聚集了一群无礼的小子？哎呦，竟能说话，机关做得可真精良啊！算是意外的收获吧。但这次，是为了李军之事而来。嗯，李军。 从哪儿拿到的？总不会是高阳遗迹吧？向河关，李军机关受理拆下来的。哼，都用上人的元灵了，还留着这破玩意儿，真是服了他们。老张，你在高阳遗迹时说过，若我们活下来了，便要替我们解答。你究竟是什么人？我话先说在前头。 接下来说出口的每件事情，你们就当耳边风便行。往后的路自己终得有个底。晚辈，受教了。十多年前，我也曾经是个满腔热血的墨者，想着磨顶放种，就天下于水火。就是后来遇上了些事情。 破了，什么事？遇水初遇，我便想着姑娘大概是商墨门人，在守平也见到你们替百姓治病，确实是墨者胸怀。又从高阳遗迹安然脱身，也算是证明了机关术的本事。晚辈学艺不精，还有许多地方要努力。你以商墨为荣。 但在我眼里，商墨与李俊并无二致。利字当前，却忘情义，成了墨者，反倒失了人格。老丈何出此言？十多年前，我亲眼见着李俊拿着荡平乱世的旗子滥杀无辜。另一边，崔师兄嘴里说着互不侵扰，却无情地手刃同门。
太负他，身为墨者，该当有不能退却的底线。至少我相信，留情与否，都是能选择的。或许你能懂这个道理。大寨里救得了的东西，我全都收好了，送你吧。 老张为何这么做？你大可以把他们全毁了，甚至卖了。我也是选择留情的人，如此而已。Did we even go there? I literally can't even remember. I just get turned around.
下老账回来过一次，他早就料想到我们会回头找他，还有他提起了许多隐情，是为父之事。我也是如此猜想，但太傅杀了同门，我却从未听闻。或许他留下的东西能给我们解答。 贼篡位，汉室存亡之际，我辈该当奋不顾身。今得留侯墓内听书，或能以此力挽狂澜。若遭莽贼查获，还望崔大人相助，救小女于万一。晚生李某，是我阿父写给崔老的信。什么？所以是太傅救了香儿和你。 确实有个李俊莫名的死在眼前，估计就是夏老丈说的同门吧。这么说的话，夏老丈其实是发现了阿兄吗？嗯，他若想杀我，那是轻而易举。只是，他也手下留情了。是啊。 神秘组织的助手，负责找寻游戏中的有缘人。我的偶像也在这个神秘组织当中，你要是有幸遇到，可要有礼貌一点。我最爱神秘果了，它可是轩辕剑系列中重要的物品呢。轩辕剑我每代必收，各种版本我都要。轩辕剑可是让我喜爱了20年。 That's Easter egg, I guess. You后面的旅途还长得很，最好找我偶像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 好吧，看你这么诚心，我这边有一个珍藏的方形符印给你。有了这个，就可以前往那组织的所在地。但要怎么使用，你就动动脑想一下呗。可别这点事都要让我帮。轩辕剑我每代必收，各种版本我都。
Oh. This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then. What? What? Well, I guess we should look at all of these things, shouldn't we? I'm guessing this is like comments from each of the developers or artists or something. And I feel like I'm doing, what if deep in mind I'm just a blue clownfish and I'm actually I'm not. Oi, 那边的福鬼, 去给我买果汁来。 左则禁止。 哇，又宕机了，整秋。 随你们叫吧，我已经放弃挣扎了。买，好多东西都好想买啊。 未完待续。 幸福就在游戏中， 快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是， 等等， 先别和我说话， 我会分心的。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我不想当人啊，娇娇！我不想当人啊，娇娇！小兄弟，我不想练剑，我要烤乳猪，你那里有香料吗？ 眼前有个可敬的对手。 天之道，总知一切。我就是世界本身，世界在，我即在。
B 组侠的快乐时光。真的很不一样哎。真的很不一样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别剧透我啊！想要我的胆固醇吗？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去找吧，我把所有的脂肪肝都放在那里了。身莫心不亡，唯有原力存。别。安安。安安，好想吃早餐哦，怎么还没放假？一起玩。一起玩。海盗袜子。人因梦想而伟大。我是石虎，我不是猫。我是石虎，我不是猫。我想吃东西，肚子饿。有看到我的青春吗？他刚刚还在这里的。反正我参与的专案永远都是火车在前面开，铁轨在后面铺啦。关心我就给我钱。现实中遇上楚红这样的姐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给我哥。现实中遇上楚红这样的姐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给我哥。哟，是子许啊，我帮你想了一个新的故事，要听吗？也好。有一天，你走在天台密林的寒清湖畔，一不小心把老郎中送你的无名剑弄掉进湖里了。这个时候，有一名美貌的仙子从湖中缓缓浮出。他白衣胜雪，一手拿着轩辕剑，一手拿着昆仑镜。他轻轻一笑，问你道：“少侠，你掉的是这把金剑，还是银剑呢？”你不由得看得痴了，但你忽然一个机灵，不好，旁边还有人盯着你看呢。于是你赶紧回答道：“我掉的是……啊，不对，仙子，你手上拿的是金剑和镜子吧？”仙子举起昆仑镜，正对着你说道：“你好好照照镜子，再告诉我，你掉的是不是银剑？”做得好，厉害！我晒了太阳后，墨水会变多哦。如果没有熊猫，白熊可能不会出现在这里。感恩熊猫，赞叹熊猫。我想睡觉，睡到天荒地老。我晒了太阳后，墨水会变多哦。做得好，厉害！良心制造，保证不黑心。
我是卧底在一群学霸中的学渣。么来了。我对手机发誓，明天一定要早点睡觉。杰出的一首。哇，they even put a meme in here。杰出的一首。God, there's even more of them. Fucking hell, there's tons of them. I better get a nice new sword or something in here. 现在我们电脑音乐用的编程软体，英文通称叫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缩写的话就是 DAW， 直接念的。学音乐真的就像是在求道的过程。现在我们电脑音乐用的编曲软体，英文通称叫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缩写的话就是 DAW， 直接念的。学音乐真的就像是在求道的过程。学音乐真的就像是在求道的过程。这次引进了新的声音中间件，增加过往没有的 5.1 声道配置，音效发响变得自由多了。我失去了冠军腰带。每次轩辕剑进化，我的头发就会长长一些，以动漫作品《猎人》的主角最终目标。这一代轩辕剑突破了许多，但还是有不少可以精进的地方，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每次轩辕剑进化，我的头发就会长长一些，以动漫作品《猎人》的主角为最终目标。这一代轩辕剑突破了许多，但还是有不少可以精进的地方，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我们刚刚讲到哪？找我吗？麻烦后面领号码牌。找我吗？麻烦后面领号码牌。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in here I can grab as a reward. Finding all this stuff,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这个石木鱼啊，一定要煎得干干的才会好吃吗？其实也不一定哦，先煎得干干的，然后再丢进去汤里面，煮成石木鱼汤，其实味道也是不错的呢。啊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一定哦，先煎得干干的，然后再丢进去汤里面，煮成虱目鱼汤，其实味道也是不错的呢。啊哈哈哈哈哈哈！So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in here that we can actually grab, which is disappointing. Interesting Easter egg, though. Where's the bloody pool gone? Did I see these things? Yeah, I did. Oh, hang on, what's this over here? Oh no, we saw that one. Okay. That was a interesting detour.刀剑本是一家嘛，就别在意这种细节了。我可是有真的轩辕剑，我美，我最神秘过了，它可是轩辕剑系列中重要的物品呢。我可是有珍藏偶像的签，轩辕剑我美待必收，各种版本我都要。Oh, okay, that was a big job detour. Okay. Don't understand.
Okay, I'll admit I'm struggling to remember. Okay, I'm here. Oh no, that's beautiful. Look at that.这效果真如你说的那么神奇？这是当然，才得这一颗，别处是找不到任何相似之药了。这样吧，我实在是有急事，必须赶回家。若你买下，我算你一千。太感谢了。
这样我就能赶紧回家了。哎呀，我保证，这神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本大王怎么从没听过此等神药呢？I'm bloody cold. 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有，就怕你听了吓着了。不瞒你说，我可是汉高祖时候的人，活了200年，见过不少事情。啊？你活了200年？你们晓得东边的林子吧？那时候我在林子里打柴，碰上两个老翁。想着天色不晚，就看看他们做什么。原来是在下捉鹿棋，我就把斧头扔在一边，看他们下棋。看着看着肚子饿了，老翁还分我果子吃。那果子真是鲜甜可口，我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呢。几局棋后，老翁便提醒我时间已晚，要我赶紧离开。你猜怎么着？一低头，我斧头的柄竟然全烂光了。再抬头，两个老翁也不见了。再等我回到夜邑，就已经是帝皇年间了。
找到阿富猎到兔子了没？你没有找到我阿富吗？你阿富已经走了。和你阿母好好过日子，你阿父会看顾你们的。可是阿母上个月就已经……We can't just give us that. Not. What happens to her then? If she's by herself, what happens to her? Oh god, the way her head goes up, it's creepy. Come on, you gotta let me do something for the poor girl. Well, I tried.
这些是我刚打听到的传闻。哦，有趣，有趣。那个去林子里打柴的人，岂不是比我还老了？啊？哎，还有吗？啊？哎，再帮我打听一下吧。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刘氏富起，李氏为辅，最近这句谶语四处流传，你们听过吗？He's not a youngster. 对了，南方骑士的那群绿林军不就姓刘？就不知那个李氏究竟是谁了。沿路可真漂亮，我一定要猎到手。不过一个人闯进去还是太危险，要是找个帮手。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我就是想着要猎头狼妖。兄弟晓得沿路这种妖魔吗？当然，长着三颗头颅，身上带着火焰，时不时就会碰上。我从小就喜欢狗和狼，一直都挺好奇炎炉的模样，想说抓一只来作为纪念。只是父亲当上义宰后，就要我别总是向外跑，要学习正事。我和他打赌，只要猎到炎炉，我就乖乖回家。那就直接去打猎不就成了？只身一人对付炎炉，还是有些莽撞。兄弟看起来就是练家子，可否帮我个小忙？我会给你丰厚的酬劳的。没问题，交给我们。听村人们说，他们在那儿遇见过炎炉。你们先走，我准备好一些装备，立刻跟上。拜托你们了。为什么狼妖总住在林子里？上回也是。哎，说到林子里的狼，我倒想到一道谜题。有个人与林子中的狼对抗许久，降很久之后被封了个大官，你们猜他是被封了什么官？哎，你们都别说，让本大王想想。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哟，又来了。我想想啊，我前些日子又到林子里打柴，打着打着累了，就到寒清湖旁休息一会儿。结果，哎，我实在糊涂，一不小心就把柴刀碰到湖里去了。我本想着没办法了，哪知湖里忽然金光大作，
竟有一名仙子缓缓现身。他拿出一把金光闪闪的柴刀，问我是不是掉了这把。我说不是，我的柴刀普通的很，还有点锈。他欣赏我诚实，就说要把金刀也送给我。真的？那你拿了那把金刀吗？小丫头，咱们做人最重要的是知足。我就跟仙子说了，我只要我的柴刀。那仙子见我不但相貌堂堂，而且秉性良善，她不由得芳心大悦，便跟了我回家做妻子。那就是这位仙子了。又在胡说。这些是我刚打听到的传闻。哈哈，哎呀，等我腿不疼了，我也到湖边去探探，看能不能也见到个仙子。小伙子，再帮我打听打听吧。Dude, just go and talk to him yourself. Fucking hell, dude.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你知道故事吗？艾夏·卓路奇的那个寡妇。我最近常看到一个小伙子来找他下棋，他俩聊得可开心了。听说是昆阳城里人，不过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有钱。那小伙子每次来都偷偷摸摸的，走也走得匆忙。我觉得，你说是吧？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最近有呀，朝廷的大人们去林子里捉妖了呢，而且他们还在林子里建了一栋好大的青铜屋子。阿父说那东西都比树木还高了。不晓得是给谁住的呢。
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我这儿也没啥新鲜事儿，只是杜先生进林子也好些时日了，不知他是否安好。他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对孩子们也都挺好，还替我们造了那些机关。不过上次听说有个朝廷大人来拜访杜先生，却被他给骂走了。我们都猜想杜先生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还要啊。嗯。其实，前些日我又遇上了下棋那两位老翁。其中一位自称天台仙翁，说与我有缘，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我就想到有个老友，几年前走了，我特别想念他，便问仙翁有没有办法再见他一面。仙翁给我施了个入梦的术法，让我在梦中见到了老友。我还想着人死了多可怜啊，结果他竟然大鱼大肉，好酒好菜，身边还有仙女相随。原来死了之后还能过得比活人舒服。老友说他现在无病无痛，不必下田，不必打猎，日子可快活了，就是担心故乡的阿父不知他好不好。我就跟他说，你阿父平日有我和镇子里的人照顾，没事儿，就是偶尔会担心你，有些郁郁寡欢，但既然你过得好，那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了。讲完后我才想问他分我点酒肉吃，没想一回神梦就醒了，仙翁也无影无踪。好了，故事说完了，赶紧去吧。最后他说，你阿父有我们照顾，你就安心的享福吧，知道你过得好，大家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这一定是胡琏那小子说的吧。多谢你们啊，替我跑了这么多趟。
休养。休养。休养。这狼果真挺大只的，佩服佩服。他应该不会突然活起来吧？或者，其实还留着一口气。待会儿会跳起来咬死我。你呀，不会是看到食物才害怕的？没这回事，我只是被他的模样震慑到，还真是非常威武啊。这是当初约好的酬劳，要不然我们也能帮你带着他走。不必，交给我就行了。
我会好好处理这头圆炉的。啊！想不到，本大王放弃。小鬼，你说答案吧。那人最后被封了雨林中狼将，因为他雨林中狼将。休养。这痕迹一路向北，我们过去看看。休养。I think what we'll do is we will actually leave it there.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